哔哩哔哩宅前线呢，我们来到了 TGS， 也就是东京游戏展。今天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大家好，我是重质量级嘉宾神奇路夫人。没有没有，一点都不重量了。我觉得别看起来特别的瘦，特别的苗条。像你们组内有一个人在，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也挺苗条的。那今年的 TGS 的主题呢是 Moto 吉玉尼 Game 的 Asobo， 那就是更加自由的玩游戏。觉得这个主题怎么样？今年。据说是亚洲最大的一届 TGS， 我觉得这个规模应该就能体现出这个自由这样的，越大越自由，越大越自由，因为衣服会穿得很宽松嘛，是吧？啊，对对对对，原来这个意思，我终于恍然大悟了。好好好，那布罗斯，赶紧出去玩，走走走。Manhunt X 这个作为这个 Manhunt 系列的新作，它就是我之前有试玩一下这个游戏，它怎么说呢，就是做的我觉得是非常棒，没有辜负我们这些猎人的期望。就是首先它就是猎人作为就是 Manhunt 的系列的这些就是必要的元素，它该保留的东西全都保留下来了，然后应该改进的东西也全都改进了。就是你比如像喝药的时候摆那个姿势啊，还有就是那个一些硬值以及那些招数的，就是传统的招数套路一切都保留下来了。然后作为改进呢，一个是就是本来说这个游戏是随武器都可以原地跳的，然后我试完了一下是还是一样，只有操中棍可以原地跳。然后我个人是玩这个大剑一金的，大剑呢就是试玩一下，首先它就是一些特效做得非常好，一个是水花，再一个你挥剑的时候有一些那些就是特效什么的就做得都比以前要好的很多，再就是呢它那个这个多了一些就是技能 skill 比以前要丰富的很多。一开始你进游戏的时候呢是有四套可以领，然后领完之后呢就是有方便你辅助的，也有方便你进攻的，还有方便就是逃脱的。然后我是领了一个纯进攻的，因为是大剑。大剑的话呢是加了两个必杀技，哎，然后就看这个画面这样子，它加了很多很多的特效，你在那个攻击的时候，就这个画面看起来更华丽了一些，比以前，对，就比以前好多了。然后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是，就是它环境加的那些东西，你比如像草地的时候啊，就是草地的时候水面，然后草雪原，还有那个就是石道，它那个不同的爆炸也都就是各自有不一样的。然后再就是它那个必杀技没有像怎么就是没有说多那么厉害，就不是说就只是说能接就是增加你的连招，还是保持原有的那个怪物猎人的难度，没有说因为就是为了让这个东西更大众化，更受更多人的喜欢就降低它的难度，还是保持原有那个难度，只是说在这个上面就是变得更加比以前灵活了一点。在摩车。这呢是11月27日摩斯哈达和优衣库联合的这样的服装，陆夫人已经开始给自己挑衣服了。优衣库的耶，她竟然选红色的。Made in China， 是 Made in China 的。来吧，好了，给大家看看就行，我穿不上。这个超可爱。大家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 EA 啊，将来要推出的重磅级别的射击游戏啊，《Star Wars Battlefront》。
这一座对于 EA 来说呢，也是他们的新引擎的试水座。这座如果能够做得很漂亮的话，那么咱们将来就能够玩到更华丽的战争地带系列了啊，或者叫做战地系列。展区了，今天呢应该有展示很多很棒的游戏，有没有特别感兴趣的？胜利十一人，十一个人一起蛋疼。就是足球了。足球，实况足球2016嘛。今年这个科纳米的干货也很多。干货。什么来着？名字是勇者。这个游戏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中文名字。如果那个我直译的话，就是那个《勇者斗恶龙建造者》。勇者斗恶龙建造者。Dragon Quest 是日本非常知名的 RPG 系列，《勇者斗恶龙》，然后那个 Builders 后面加的副标题，那个直译就是建造者。相比他们这种游戏的始祖作品 Minecraft 来说，勇者斗恶龙它拥有这个卡通风格更可爱一些，可能更适合女孩子一些，而且它从头到尾都有任务的引导，比起 Minecraft 上来就是无头绪来说，它会引导着你一点一点去玩这游戏，更适合一些新手玩家啊，也就是更适合一些不太那个玩游戏的广大观众们去接受。这样我觉得就像过家家盖房。对，就是这样的，玩起来很娱乐化，这样的话老少咸宜。哎，大家现在看到那个我跟冰姐后面这个 Star Ocean 啊，这个就是史爱手下的重磅级大作《星之海洋》的续作啊。原来史凯威尔艾尼克斯还能想起来他们有这款作品，多少年都没出续作了，等死我了。觉得挺好看的呀，我有点想玩的冲动。当年就是他每次做一代都有这种很棒的美术风格，但他们就是想不起来出。说是只有媒体或者买媒体票的人才能来，这已经比过几天之后的那个普通大众日人少很多了。即便是这样，索尼展台这都是人山人海，实在没有办法。对呀，想拍《重力少女》，他现在都不让排队，已经爆满了。我们现在呢，等一下就要去玩《使命召唤》了，一个全球风靡的射击游戏。冰姐可能不知道，《使命召唤》就是外国小孩玩的穿越火箭。好，原来如此。对，我不喜欢这种射击类的，我喜欢可爱类的。但是想到很多观众看我们将来做的视频肯定会想看这个游戏的，所以说我们就使命配军。因为我个人我玩射击游戏也不是很厉害，主要是玩太烂了所以不爱玩的。对那还有一个是神秘海域，好像这个还有点意思。深海。好的，我们可以进去学习一下德雷克的拳法。这边呢都是索尼的。
的 DIY 区啊，其实镜头可以给一个那面那个镜头，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样子做到这个索尼的这个卡上，完了之后你一拿，哎，人家是自己啊，很帅的。我觉得这个成品啊，能够充分地体现出陆夫人我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高傲宏伟、俊逸不凡等等啊。我只想问一个问题，这鼻孔是怎么回事？自动识别。我们终于呢，可以试玩上这个 PS4 独占的新作了，《重力的眩晕》第二代。那第一代呢是在 PSV 上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今年是非常期待的一个作品。这种可以选择的颜色的壳，夫人，夫人喜欢哪种壳？熊猫？全都是黑白相间的。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胖子。这边粉色的挺好看啊，还有黄色的，但是都不好看。哦，这个，微暗嘛。这个是索尼在近几年热推的一个东西。戴上去之后玩的时候就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去年的时候试玩过，然后感觉挺爽的。